又俾人炒咗，又話因為個病，仲可以點啊？我叫 Hannah， 是一名义工，工作是透过不同的活动去提倡艾滋病预防和提高大众对于艾滋病的认识。人们经常都问我为什么会肯付出时间。其实我成为义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妈妈就是一名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社会上面戴有色眼镜的人真的很多的。他们以为艾滋病会透过普通接触就会传染，而阿妈公司的人都不够胆跟他沟通，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转了几份工了。啲人的疏远令到阿妈变得很困扰，莫讲话是街外人啦，就算是我啊，他对住我都不够胆跟我讲他心里面的想法，以为只是剩下他一个自己去面对这一切。但其实我真的很想阿妈他知道，只要他一转身就会发现我一直都在支持他。佢系咪就系新嚟嗰个啊？系啊，听闻佢澳资噶。系啊，佢生活肯定好乱好杂啦，先会有嗰啲病噶嘛。就系、是。吓，会唔会俾佢传染噶？好惊、啊！唔好同佢行咁埋啊！系啊，公司点解会请佢噶？咪就系、是。我好惊啊！好心有病就匿埋屋企啦。我唔想同佢一齐咯。死啦！点解玻璃仲上紧去嘅？大镬！我一直都以为自己在孤身作战，以为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明白我的情况。到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忽略的原来是一直在我身边默默支持我的女。在这条路上面，最难的是怎样去克服别人的眼光，去活出一个不会令到自己后悔的人生。想回起，其实我又想什么去为了一些自己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去忧愁呢？只要可以克服到心理障碍，每日都可以过得好简单快乐，其实已经好足够噶啦。最紧要嘅系要知道，我哋身边有好多喺度支持我哋嘅人，一直都冇离开过我哋。